下面就说一下这个越国越人。这个越人呢，他这个历史我们今天也还有一些这个弄不太这个清楚的地方。例如说，这个按照史籍上的说法，好像他是四姓，就是女字旁一个所以的以，四姓。按照这个古代这个古书记载来说呢，这个四姓属于这个夏就姓四啊，四姓。那么这个越人应该是跟这个夏有关系，是夏朝人的这个一支，是吧？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不是，他跟楚国是一家子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想，可能这个说法不对，可能是这个夏人的这种跟这个夏人是这个属于这个一家，这种说法可能更可信一点。但现在因为这个缺乏证据，但是这个两种说法都这个不能这个最后这个有个定论啊。越国的这个它这个地域呢，主要在今天这个浙江这一带啊，在今天这个地方像绍兴啊，对吧？这一带，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吴国跟越国在春秋中期的时候，这是长江下游两个很小很小的小国。但是你别看它小，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吴越两个国家，在春秋晚期到春秋末，它的发展很快。一下子变成两个人嘛，都是军事强国。我们知道这个吴国不是曾经一度灭掉楚国，楚国在当时来讲，我们说那是个霸主，天下嘛这头一号强国。那么后来竟然被这个吴国这么小一个国家把它给这个灭掉，或者他这个不是吴国的军队一直打进这个楚国的这个首都了嘛，对不对？都城这个占领的。所以他是个非常强的国家，但这个越国呢，也不弱。我们知道越国后来不是把吴国也给灭掉了，所以这个越国在这个战国初期的时候，当时这个战国初年四大强国之一，就是有一个是越国。所以越人也是这个在春秋末这个是吧，战国初他是个非常强的国家。当强主要他是军事能打仗，他的武器也做得好，是吧？但是呢，他好景不长，所以当然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他中间这两个国家，因为他的小国，他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吧，所以这个，后来却也是昙花一现嘛，应该说是强了一阵子，就后来也消失了，后来都被楚国把它灭掉了，因为先是越国灭吴，后来这个楚国又灭越，所以这个。那么越国的这个疆土呢，现在我们看来是吧，因为它除了这个今天江苏浙江以外呢，它北面还进入到今天山东这个南部，所以它当时在这个春秋末战国初大概就这么一块地方，就在长江下游到这个山东南部。第十个是秦国，这个秦国它这个姓是嬴姓，这个嬴姓在古代属于这个东夷族，这个嬴姓分布，我们今天从古书上来看是吧，它分布在就是今天这个山东，主要是山东北面，恐怕一直要到这个辽宁这一带，辽东半岛是吧，这都是这个嬴姓这个民族的分布的地区啊。那么在商代末年的时候，这个嬴姓里面也出过了些人物吧，有一个叫飞廉，有一个叫鄂来，是吧？据说这两个人是父子吧，飞廉鄂来，但他们都是什么商纣王手下的这个得力的干将，会打仗嘛，对不对？是商纣王的这个大将，也是商纣王最信任的，是吧？两个宠臣，当然后来这个周武王灭了商以后，周朝人也把这个飞廉父子全给杀掉了。所以呢，等到这个飞廉的孙子，他的孙子是叫宰稿郎，三个字宰稿郎，他曾经就是他，因为这个时候商早就亡了是吧，所以他当然只能这个投向这个周朝了，所以他是在这个周成王的时期是吧，这个宰稿郎呢是这个
成为这个周的这个大臣啊，他的后代叫这个赵父啊，曾经是周穆王，给周穆王就是这个驾驶马车的啊。我们说这个古代给个皇帝给个君主是吧，驾马车也不简单，一般就是这个所谓叫太仆啊，太仆是吧？那么他也是这个，也是这属于一种这个比较高的官吏吧，是吧？给这个王或者皇帝驾马车啊。所以呢，他后来是封在赵城这个地方，河北封这里啊。那么后来这个赵父，这个赵父的这个族人有个叫妃子，就是是妃的妃，是吧？儿子的子，妃子，他是给这个周孝王，后来这个西周晚期了，周孝王孝顺的孝。周孝王干什么呢？养马，他很善于这个养马啊，所以呢，据说就是这个周王就把他封在秦这个地方。这个秦在哪儿呢？在今天甘肃的东部，就今天这个甘肃这个天水这一带，这个就是古代的所谓的秦这个地方，秦啊。那么这个妃子的后人呢，秦仲啊，就是伯仲叔季的这个仲嘛，是吧？秦仲，他。这个时候是正当这个周宣王时期，周宣王已经到了周末，西周末年了，是吧？这个周平王东迁以后，所以周把这个岐山这一带的地方，就是这个原来周人的老家，全送给了这个秦襄公。所以这个等到这个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的时候，秦国就在这个今天这个岐山这一带，他就站住了脚。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春秋了，春秋时期这个秦主要就占有今天陕西省的中部这一带，是吧？当然这个秦很想就是越过就今天这个潼关这一带，是吧？进入到这个中原，但是呢，由于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要道上，是吧？那么主要就是在东面就是这个在今天这个山西南部或者河南这个北部这一带，就主要是这个一个强国晋国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晋国他根本就不愿意这个秦国来插手这个中原事务，所以他根本就不让他进来。所以呢，后来秦应该说在春秋时期，应该说一二百年当中，他是很无奈的，他不能越雷池一步，因为这个晋国在这个东面就把守的严严的，你秦国根本进不了。所以呢，后来这个秦国我们看春秋时期它的发展，后来它不向东发展了。当然它有时候也因为它终究它还是一个大国吧，对吧？秦国也是个大国，它也这个介入这个中原这些国家事情，但它主要的精力它不放在这个东面，它放在西面干什么呢？它去在这个今天这个陕西甘肃这边，它去征服就是比它更落后的那些西戎。所以他就干这种事，是成为他这个主要的这个一个是吧？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第十一个是燕国，燕啊，就燕子的燕。燕国是这个周少公之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周初的时候是吧，特别是周武王。灭了商以后是吧，周武王很快他自己也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周家的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由这个周公，就这个武王的这个弟弟啊，还有就是这个少公也是他们周人这一家的啊，一家人，但是我们现在还弄不太清楚这个少公到底他的父亲他的弟兄是谁，我们不知道，他也是周人的这个是吧，是他们这一家子里面的人，家族的成员。那么周公、少公两个人啊，成为这个当时周王朝中的两个栋梁啊。因为这个当时，因为这个周王还年纪很小的，周成王那是十来岁的孩子们，他管不了这个，治理不了这个国家，所以由这个周公跟少公来管。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周公。这个寿命也不是很长，后来就大概他这个把这个东方镇压下去以后，因为东方不是大乱嘛，后来这个商朝灭亡以后，这残余这个势力又起来这个反周，
后来这个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把这个东方全镇压下去了，那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死了，死了以后所以承接这个时期少公来这个主持这个周王朝的这个大政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少公或者周人吧，西周王朝吧，把这个少公的后代封在这个燕这个地方，我们说他的也有他的这个很明确的目的性，他的目的何在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商人，商朝是吧？这个商人呢，他是一个应该说他的老家跟这个满跟后来这个满洲有点相似，他的老家应该是在就是在北方，在今天的东北或者河北的北部这一带啊，这是他的老家。所以后来这个周灭了商以后，商朝有些贵族就往北面跑，因为他们老家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他又回到他自己老家去了，他中原他守不住了。所以呢，这个周人对这个北方这一带也不放心，怕这个，因为这个商人这个势力在这个地方，在今天这个燕山南北是吧，都这个商人势力，现在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呢，他也要派一个他信得过的一个贵族，就像少公的这个后代来这个燕这个地方来这个镇守，守住这个就是说这个西周的这个北大门嘛，北面的这个最北的一道这个门啊，这个很重要。但是关于这件事历史呢，我们今天是吧，有不少历史家对他又表示怀疑，理由很简单，说什么呢？说这个燕国是吧，少公是吧，他可能把他那个后代就分封到今天北京附近吗？燕山南面吗？说好像不太可能，理由也是很简单，说什么路太远了，说这个燕他封的恐怕也就在这个什么陕西啊河北这些就差不多了，他不可能到这边来。那么这个说法呢，被这个解放以后，我们说很多这个地下出土的材料完全把它否定了。因为我们知道在50年代是吧，我们在这个考古学家在今天这个房山，北京的房山这个地方是吧，发现了西周时候的这个城的这个遗址是吧，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发掘了不少这个就在这个城址附近发现了很多西周大贵族的坟墓，那么墓里面也是出土了铜器，这个铜器上也有铭文，那么铭文上记载的清清楚楚，这一代的这个咽喉是吧，他是跟这个少公有关系啊，封的侯，所以这证明史书上像司马迁的记载完全没错，当时燕国就是封在今天这个北京。所以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知道前几年这个北京市不是推出过一个什么说这个北京建都3000周年，那么这个3000周年怎么算起呢？就是算这个燕国，因为最早在北京地区建国的不是这个辽，也不是金啊，而是最早的这个燕国啊，在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燕国的都城呢没问题，就在今天这个北京，这个北京大概这个西面一点吧，房山这一带西北是吧？那么说明这个完全是可信的。那么这个是我讲的这个就春秋时期是吧，这个在这个中原的这个十几个重要的这个侯国他们的历史。事实上就除了这一大国以外是吧，还有不少的小国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吧，这个大国是吧，主要是这个周人本家为多啊，像这个鲁国、魏国是吧，燕国什么，这都是周人。周人不是姬姓吗？姬姓这个家族的成员那是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在西周时期是吧，我们说在中国这个今天这个中国典内是吧，不光是就是说有这个姬姓的这个是吧家族的这个是吧成员分布在各个地方，还有就其他姓的姬姓以外的。当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齐国是姜姓的，当有姜姓的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国家，例如像还有四姓，就女字旁一个所以的乙，
还有是归姓，这女字旁一个就是这个为人们服务，这个为和为归姓。那么这个四姓呢，据说是夏朝的后代。那么归姓是什么？是虞舜的后代。这个归姓是这个陈国。陈国就是河南，这个今天河南东部啊，这个这就是舜的后代。还有呢，就像古代的皇帝尧他们的后人也是建立的一小国啊。再有就是嬴姓，就是跟这个秦一家的，他们这个嬴姓是吧，有这个姜啊、黄啊，是吧，在今天河南的吧，这都是这个属于是东夷的后人。还有就是这个像还有曹姓，就曹操的曹姓，还有是任姓，就像这个责任的任啊，任姓任姓啊，还有就封姓，刮风的风，还有这己姓，自己的己，就是己姓，还有这齐姓，就是这个六出祁山那个齐字，齐姓的。齐姓据说是这个唐尧的后人，所以这在当时这个春秋时期是吧，我们是小国当中是吧，不光是这个姬姓的、子姓的，姬姓是周是吧，子姓是商，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是吧，有的是属于是东夷的，有的属于什么古代那个有名的这个君王的后代，像这个尧、舜、禹他们的后代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像这种小国很多。分布在这个长江流域的，也有分布在黄河流都有啊，都有。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落后的民族是吧？就是当时所谓这个戎狄蛮夷是吧？这些他有的，因为为什么在史书上没什么记载？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些侯国什么，他都是就是说应该说用现代话是都进入文明的。建立了一个政权，还有些什么他还没进入文明呢，比如他还在氏族社会是吧，氏族社会，所以这些就是当时也称他为这个蛮夷戎狄吧，是吧，这个是关于这个春秋时期是吧，我们说这个当时在中国境内分布了这么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诸侯国。